漫步在佛山街头，见到旁边有一间好大的建筑，好奇心起就行过去睇下。原来是广东粤剧博物馆。粤剧传承了几百年，到依家依然是爱好者众多。我不懂欣赏粤剧，可能是年纪未到啩。佛山是粤剧的发源地，点都要入去行翻转。粤剧戏班供奉道教四大护法之一华光大帝为祖师，亦就是我哋平时讲的马王爷三只眼的神仙。华光大帝是火神，旧日戏班靠戏台上边表演为生，平时就在戏台后边生火煮食，奉华光为祖师，可以保戏台平安。博物馆依家坐落的建筑叫做少祥王宫祠，原来的主人叫王大年，是佛山王祥华如意游的创始人。当年因为医治好李鸿章的重机而名声大振，王家亦都成为了当时的佛山首富，而少祥王宫祠就是他家族的祠堂。
啫呢啲嘢啊，我哋中國都算文明呢啲嘅。这个亮，